家人们，谁懂啊？最近不是小粉蛋换了一个新的蛋仔号吗？刚好就要重新和小粉蛋安排一个新的 CP 名嘛。可没想到的是 ，CP 名我们还没想，就有些粉粉已经把我们想好了，说什么啊，顾梦的蛋仔名叫呆毛的好大儿，那小粉蛋你的名字就改成呆毛的儿媳妇吧。还有什么改成心葛的好女儿吧？不是我说，你们这些粉丝啊，别太荒谬啊！把我们尊严放在脚下践踏，也是你们干出来的事儿。我把你们当家人，真不知道某些粉丝把我们当成什么了。对此呢，我也无话可说。我也不想再纠缠这些事情。小粉蛋呢，我会安慰好的。他也来问过我有没有想好我们之间的 CP 名，我一直回复了没有。当然这是不可能的。刚好小粉蛋这个蛋仔号上还有那么多的蛋币，用这些蛋币给我送我改名卡，这不过分吧？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现在改小粉蛋的名字，还是和之前一样，母老虎小粉蛋。好像不行啊，不过没关系，那就改成母老虎粉蛋。哎，这不就 OK 了吗？现在轮到我了，我的名字呢就改成熊狮子顾梦。哎，这个名字的含义那可就多了，小粉蛋是兽，哥们是公，懂的都懂。我要像霸道总裁一样保护好你们的小粉蛋。 OKOK CP 名呢已经改好了，只要小粉蛋一上线，他就能看见名字改好的惊喜了。不愧是我。